我们都希望优雅的老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充满活力和健康的晚年生活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身体经常会出现一些迹象，表明我们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们的精力、皮肤、康复时间、睡眠，一切似乎都在走下坡路。除非您使用的是 LifeWave， 自2004年以来， LifeWave 一直在为世界各地的人带来提升生命品质的高超科技，一如既往地帮助人们发挥最佳机能，改善身体状况。而事实证明，未来仍有无限的可能性。大卫·施密特，我们的创始人，是 LifeWave 技术背后富有强大创造力的世界级发明家。他最近仅凭一款 LifeWave 贴片，就在再生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。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花了数年时间和数十亿美元，却未能取得这一成就。引入 LifeWave X39，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干细胞激活产品，这是再生科学的一次真正的突破，能帮助人们恢复到一个更健康更年轻的状态，在某种程度上其他产品都做不到。秘密何在？借助于已经证实的穴位按压疗效， X39 可刺激那些已知可用来调动干细胞的皮肤刺激点。好好思考一下，这些细胞可生成和重新生成人体的所有细胞和构造，它们是人体器官、组织、血液和免疫系统的基石，它们还充当着内部修复系统，无处不在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干细胞的效能逐渐降低，它们修复受损组织的机能下降，事实上到60岁时其速度显著减慢。而这一切只需根据指示，每天在身体上贴上一片 LifeWave X39 贴片就可实现，干细胞不再减少。相反， X39 可支持激活并动员更多循环干细胞。现在人体的健康活力可以得到轻松控制，以前要达到这种神奇水平毫无可能，更不用说这么容易了。它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呢？和所有的 LifeWave 贴片一样， X39 安全无创，性价比高。看看人们对 LifeWave X39 的评价，该产品得益于临床研究、多项专利以及20年的研发，这些好处中的任何一个都会让人印象深刻。但 X39 如此有效，它可以影响人体的一切，外表、感觉、表现和痊愈等。现在是时候让您体验一下 X39 的功效了，让您活得长寿、健康，越来越年轻。体验 LifeWave 的力量，就在今天。